人靓丽外表，却不能每每演出。面膜不是有分什么海泥呀、啊，然后什么黄瓜，就很多成分。然后我就是演其中的黄瓜是吗？有哎、欸，就是跟我同期的新人，就全身都涂满了淋巴。之前当过王牌的助理，然后我就是压轴，我就带着他，穿的是火辣的衣服。好惨啊！投资银行强力征求夜市叫卖高手，下一个主角就换你当喽。